嗨，我开了。嗨，羊公公，太阳公公，翻翻稳稳。嗨。刚刚都没人，我还以为我用错账号，害我吓到。安。谢谢，谢谢会员票。对啊，我刚刚开了一分多钟。我以为然后都没有人，我以为我切错。哎一品鸭鸭，你们很好笑哎，你们竟然在那边一品鸭鸭。我原本要笑啊，但我看很多人好像不太希望，我们俩很期待，有吗？嗨，哈哈，你叫我，哎，一品这次没跳羽钢琴吗？我跳星期五跟星期六。这个月，下个月我不知道，下个月应该也是吧，混合跟 T 组，应该是。泰肯尼，我室友在清猫砂。是有在清猫砂。帮我，哼，有在我兜圈的，帮我叫一下人啊！怎么都没有人？这样无聊哎，对不对？那无聊也没关系，我可以自言自语。安安，嗨，今天好早。谢谢周玉红。是有在清猫砂。谢谢红玫瑰。我说暂停，可是我看有几个人说，有几个人好像不太希望我暂停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今天播完，反正妆都化了。看抢跳门的感想是。嗯，还好哎，上次的感觉跟这次感觉差不多，差别就是前四首的那个汗，前四首那个汗量真的是过高。我在讲那个 MC 的时候，我地板上全部都是我的汗，一滴一滴在地上，一整滩。我没有说啊，我说我不是，我原本说要修，可是我就看有些人好像不太想要我修，那我想说那我妆都化了，我就一次播完。我很怕有人踩到我的汗水然后跌倒。什么美到出水，你怎么这样讲话。我跟你讲的
跟刘海的头发直接粘在脸上。对啊，我是谁？那你是谁？猜猜我是谁？你的宝，你的宝在清猫砂。谢谢披着仓鼠皮的族人，成为了直播间周榜第一。谢谢爱心气球。啊啊！马桶堵住喽。我去洗头。这只中途的山花一直叫，谢谢纯洁百合花。今天头发好贴，因为我流太多汗了，我疯狂爆炸，一直流汗。地板都是湿的，在那个公演的时候。那我跳，我很怕我脚断掉，为什么？今天博威是没来，我一直在找那个橘色头发人，但我只看到橘色头巾的日本人。他好像很好哎，他也谢谢。这种天气你就汗流成灾，夏天是不是完蛋了？对啊，我今天一下台，我前四手跳完下台，我就，因为我今天算是，就是没有。要讲 MC34 也没有要，也没有跳 UNI 曲，然后我就下台，我又一问说夏天是不是更热，很可怕，又大爆汗，我就很会流汗。路易，走开。夏天应该就是止汗剂，人家止汗剂是喷在那个大汗腺那边，我要喷在头上。你刚请家下雨前灯牌都换了，结果没有你。我应该，我不知道现在的话会是怎么分，但是我像我这次就是跳混合场跟T组。哎，我上次跳三场是因为领营前辈告假，止汗剂不能喷头，我不会喷头啊，讲讲哎，哦，我要买一个止汗剂，它是一个乳霜，就像防晒乳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是擦在脸上，但是我试过完全没有用，我的汗太大量。全餐就有机会看到雨缸球，我全餐，哦，他全餐，哦，对啊，他全餐。空气有变好。空气。目前还没有感受了。因为我开空调，然后又可能是我习惯了。嗨。还有 Drake， 有人说若何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，乐夫吗？贝乐夫，贝乐夫不知道，忘记了，还是我去拿给你看。Hello， 猫怎么了？因为我们在打扫，所以先把爱捣乱的山花先暂时放进笼子里一下，但它很想出来，但不行，地板还没干，它会乱捣乱，然后地板就粘到很多脏东西。
学校的红玫瑰，那解任务。我现在发现送红玫瑰都是解任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每次解任务都送红玫瑰。不然谁没事会送红玫瑰啊？看好你了，谢谢。谢谢 Joy。哇哦，是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香槟。好酷、哦！之前我国中的时候，旁边巷子有一个，反正就是有个摊贩，然后他有一个饮料的名称叫葡萄香槟，超级好喝。国中的时候很爱，但现在没那么爱。葡萄香槟好像是气泡水嘛，葡萄味的气泡水，那时候很爱。我觉得现在我喝的话，我应该会觉得不怎么。哇，灯开了，皮肤变好。哎、欸，是不是？那边被怎么没有烧起来？在冒烟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！好好笑。主播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没有，我用那个，因为我有买一个永诺的嘛的那个摄影红灯，它比较热，一瓶是会每天洗头的吗？是的，但是我不一定会每天吹头，我比范江还夸张。人家加油，人家范江，我真的很没礼貌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这样比较礼貌，称呼人家姓是范江小姐。范江女士。范江女士 ，Ladies Lady， 乱讲。不过还是吹干头发比较好，是的，没有错。你的观念是对的。你刚刚没叫小姐。谢吉米粥，前十我跳完刘海全湿，对啊，非常湿，所以后面几首我稍微收一点，但是我前四首就是想要大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好在骂人哦。三天演出辛苦，蛮好玩的，腰有一点酸是真的。主播整不买，什么是 A M A R A N？ 阿玛瑞，你看什么？哈？我不知道。那是什么？阿玛瑞。艺术学校的人都怪怪的，还其实只是我无知。薯条买大送大吗？我点套餐。我看到很多绿色手灯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才是我的绿色手灯。持续灯。好，我那时候就看永诺出了一个新的那个啊，叫什么？忘记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 Plus 还是什么的。那我就哦，好吧，买吧。每个手灯的绿都有点不一样。反正我只要看到绿色，我就认定是我了，我不管是谁，很开心哎、欸。而且你们怎么有些人在那个好喜欢你的时候都眼神躲闪呢、啊？你知道你们越害羞就越兴奋。我要不要直接染绿头啊？有啊，洛克我看到了，
今天有一个，而且今天我们后台就在讨论说，就是有一些粉丝会很紧张，他们会拿着他们推的扇子，然后我们在挨着你的窝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挥舞他的那个别的成员的扇子，意思就是没关系，就是你懂的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与布丁零距离香槟 level 八。哇哦，这很像什么太空穿越。然后今天就有一个蓝色手灯，应该是面面前辈吗的粉丝，然后就是刚好他就在我面前，啊，我就这样，然后他就看下面一直眨眼，我那个兴致都来了，我还蹲下来看他，你们好可爱，左侧牌。想躲不给我面子，我要把面子抓回来。虽然说可爱，可是会被晕的，晕吧晕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一律都想成，哎，他给我两片肉，哦，双层牛肉，其实宝宝那两片肉，你就把它想成我刚刚讲什么，什么凶猛兽，左侧，对啊，左侧第一排，今天入坑一瓶萌新，为什么今天入坑啊？黑牌压力山大，他们吵架，猫咪吵架，你知道就是眼神多闪，我一律当作欲擒故纵。晚安。今天又穿一瓶的萌新，还敢给我欲擒故纵，不要玩火，我是霸道总裁。洛克说好，下次你知道怎么做，你做起来一定很好笑，你一定会超故意。虽然一瓶超贵，但是超可爱，你超晕，谢谢。上车就不能下车咯，还要被真正的粉丝骂。所以我应该要去壁咚弯弯说，洗突突突然撇眼了，离太近眼睛会撇掉，欸，壁咚弯弯弯弯，不要玩火，霸总。对啊，洛克，那我等一下，因为洛克说他也要，他也想眼神躲闪一下吧，我一定会笑出来，请不要偷别人的梗。你可以踏两条车啊，你知道那个 Subway Surf， 吃东西的时候讲很不标准，就是那个地铁跑酷，他中翻应该是这样吧，啊，我们都叫 Subway Surf， 他虽然不能脚踏两条车，但我们可以。哪时候双马尾？我们现在还是公式法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一解禁我就第一个绑双马尾，但一定很好笑。我觉得我绑双马尾一定很搞笑。若何经过？我点什么套餐？双层牛肉鸡翅膀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绑，你现离绑，
你献礼吧。猫咪要吵啊，说你吵啊。还是你肚子饿？他想吃我的双层牛肉鸡翅堡，直播可以吧？好喜欢我跨年那个发型，我也觉得很不错。那其实那个时候，那个，帮我用头发的老师他一直强烈的建议我不要这么用，可是我就想要这么用。出来了。看你那个猫咪发型看起来反很，对啊，我原本以为绑猫咪要用它很多的头发，结果它只用了一小撮，它只用了这么一点点，但是却用了20根夹子一边。你又不出来啊，你又一直叫，关起来。为什么老师不推荐？他说我这里比较窄啊，如果又出去的话会像狐狸精。他会说可能会像这样子吧，我猜。但我想说还好啊，因为我笑的时候脸还是会上去啊，而且拜托狐狸就是我的代表动物好吗？他想看到蝴蝶泉，蝴蝶泉是什么？蝴蝶泉是这个吗？这样有一撮散开来的，哎，算了。可是我头发这么长，能用吗？你那种半双马尾，哦。去学学看。双马尾很难欸，我从来不会绑双马尾，可能绑过一两次吧，比如说高的那种，低的那种也很少绑。我要来头发给它分个边，看起来比较高。现在头发全部都扁在一起，因为我流太多汗了。今天的梦。不要动我的，哦哟，臭臭猫，他把我的那个脚架直接拖走。蝴蝶犬算进阶，去学学。我每次公演前头发都夹很久，就是为了让它蓬松，尽量不要被我的汗水影响。就没办法，我发现我的汗量是没有办法救的，无法拯救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刚还以为是什么 Minecraft、欸。即将入伍的 Sam 兔兔，有没有人给你看？你应该没有在我兜圈里吧？我忘记了，你有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有没有人给你看今天我在里面讲的？我传了一个海绵宝宝图，我真的觉得超好笑。我真的觉得哇，我一之前存的时候我就在想要不存那张，因为我觉得永远都用不到，结果用，结果没想到过了两三天就用到了。为什么这次要开成麦块？因为刚刚他进来的时候他是一个马赛克的样子。他是今天接送的，什么意思？笑死！海绵宝宝梗图是解答之书吗？其实我也没存几个，我的那个图库在100多张照片，100多张而已。但是我发现很好用。100多张很多吗？那姐姐还要会用的那几个，金发，
应该来得及角度最合适的很厉害。我就之前存的时候有看过，有大概记得。最近看到新的高清海绵宝宝梗图账号，我要。但话说，电视的海绵宝宝变，还有配那个粉红猪小妹变成高画质版之后，好像就失去一种味道。好好奇里面成员听到外面躁动的反应。我那时候没有，哇，谢谢金佑的鲜花屋。我那时候没有在里面，所以我不知道反应。但是后来是面面前辈跟我说，有人在外面剃光头，然后是跟一个姐姐讲，是进到一个姐姐耳朵里，然后我就问姐姐，因为那时候我在一个姐姐旁边，然后说姐发生什么事，外面在嗨什么，然后她就说哦有人剃光头，我就说哈，她受到什么刺激了。哦，全部人都知道，而且你知道，哦，你们真的是很好笑。我们四点的时候你们入场，然后后面那个摄，我不知道是摄影机还是什么，他就是他会有个监视画面，会放在后台。啊，我们就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一颗头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笑。很亮吗？是没有很亮啊，毕竟还是有头发的。Hello。后来灯光大哥有打灯，真假？我没看到那一幕，也好笑。那以后很多人排队剃光头，为了被大哥照吗？帮你挡一下。为了被大哥照光。其实我戴口罩。啊，你戴口罩。哦，太给我了，看一下，我等一下看一下。空气很好哎。空气很好。空气很好。哼。你头的形状一览无遗耶，好酷哦。灯光大哥特别打了两次，好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那个时候有进，哎呀，你的屁股碰到我的手指了啦。那时候可以录影吗？应该可以录吧，还没开始，你们有录吗？好笑。蝴蝶犬请点头贴。啊。好看，好吧，吐司有路，吐司爱哭，我绑应该也好看，可以试试。我真的几乎没绑过双马尾。好吃哎！果然公园玩吃什么都好吃。我看到吐司布，我之前有一次，应该是几个月前了。他那时候坐在左侧排，然后他好像是受到弯弯的感动了，然后他就一直低着头。我
我还以为他不然睡着了，我还跟后面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有点无聊？有人睡着了，结果还在哭。谢谢冰晶。很好，容易受感动的人应该也会懂得感恩吧，感恩的心。感谢有你，让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，泪难行。哇，讲得好，好有意境哦，泪难行，不错不错，这样很好啊。就是公演，它就是可以一个，也是一个可以宣泄情绪的。我这边有个亮亮的，那是什么？反光。要准备一大包卫生纸给厨师。晚安，毛巾哥。巾帼女英雄，组织的泪现在就跟一撇汗腺一样发达。我的汗腺真的很发达，但我泪腺就很不发达。还是说，其实这个就是你只能二选一？组织的李明很多，要李长，李长好。今天有唱歌吗？今天没有唱歌，公演完。你可以来看公演，就可以看到我唱歌。这是中杯可乐，这是中杯。一瓶安安，可以去游泳就看不到汗了，好冷哦。其实也不冷欸，还蛮热的。今天超热的。我今天穿的这个毛毛外套，可是我这毛毛外套里面没有刷毛，所以它其实它其实不太温暖，不算很温暖的外套。但是我一出捷运站我就开始流汗，我还没有公演就开始流汗。可惜我没有独唱的 part。 与钢琴家今天有到26度，而且还艳阳高照。晚上结束回家的时候还蛮冷。我今天放就是什么放学，我今天结束的时候直接没电。我说我的人，猫不是开门，开门它又不出来，它待里面。旁边，他昨天就是因为路易生病，然后我就给他吃罐头，我要喂他吃里埃酸，然后他就走过来抢，然后他还打人家，然后我就不好吃。然后他就把厕所弄翻了。我昨天回家的时候，厕所天翻地覆。这是三花跑到厕所里面作怪。中途的三花有名字吗？三花。三花。帮我充电一下，谢谢。我的汉堡。好完美的弧线哦。掉出来，幸好是最后一口。三元不行，它掉到我的袜子上，我这样有点不想吃。一鸣最近有胖一点吗？一直好奇，感觉超瘦的。42
七秒再拿起来，怎么现在有三秒，还有七秒啊？取了名字就送不走，没取也送不走，没取也送不走，他太坏了。我们怎么包装他，他都不会想说，就是去到新的家里要乖乖的，没有，他到处拆家，一直送回来。跳完公演的袜子吗？我们牵机手，我们在我们纵使的时候会穿那个嘛，蓝色的长袜，在那之前都是穿自己的袜子，没错，就是那一个。早安，谁拆家？猫猫。公演前量体重对你来说，怎么大家都知道公演前量体重这个东西啊？这个压力吗？又有什么压力？你四十二公斤，怎么会有压力啊？我看看下个月如果我变重，姐姐会不会说哦你变重了？如果她说哦我变重了吗？我的话我就会有压力。如果她就是什么都没有说，就是，可是你衣服还是穿下、啊。我离标准还有十公斤哎，九公斤。你说你的标准是要在五十一，但你变胖就变胖啊，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好事啊。怕衣服塞不下，目前还没有这困扰。真的太幸好了，四十二公斤来新竹会被风吹走。可是我面积只要没那么大的话，应该就不会被吹走了。要面积大，然后又轻，才会被吹走。一平，你和枣泥谁比较轻啊？枣泥哦，他也很瘦哎、欸，但好像是我轻一点，他没有过来量。但依照之前的印象，他力气应该也比我大，所以我猜他应该是比我重一点。但他也是很瘦的人，怪不得你不考机车。对啊，我真的不敢去考去练机车、欸，因为我就是什么立中柱啊，而且还有什么停车，好像还要有时候还要就是移一下之类的。完全抬不起来，认真讨论怎么样会被吹走。之前是不是有人有一个妹妹放风筝，然后就一起被吹起来？这什么可怕玫瑰，好漂亮、啊，钟情玫瑰。终于换牌子了，怎么变成标楷体的衣品啊？你的那个双面胶的衣品嘞？你帮我抬就好了啦。哇，这么好。你也可以用侧柱、欸、感觉很讨人厌、欸、如果总是用侧柱的话，还是其实你侧柱侧在那里就会有人，你回来就变中柱。绳索那套的那个绳索那套的靴子你穿起来很大双。绳索是哪一套？哦，长靴。现在机车要考这些哦？没有，机车不用考这些啊，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很难骑到机车。回来后照镜会被折起来，背不爽。先不要考，你在帮立车做车变两只脚。你长得好可爱，我的天！你的天一定很忙。立中柱是个技能。我一直在打结舌头，立中柱是一个技巧，我大概知道了，是一个杠杆原理嘛，是那种充气的跳跳舞，风一大就连着里面小朋友就吹一起吹着，我有看过那个影片。你哪需要骑车，我载你啊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乱停立车柱还锁龙头真的很烦。我真的很少看到有锁龙头的人、欸、我一直以为，虽然我不骑，但是我一直以为就是不会有人没事去锁龙头，除非停在自己家，就好像还真的有。他不觉得就是骑完
停车完，然后还要多一个步骤的麻烦。我可能是还没抓到那个精髓，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练车，因为我发现骑机车很吃力。但很多人不会锁龙头，不会的那种，怎么锁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钥匙孔插下去吧。没锁龙头，怕会被牵走。哦、是停在怎么样的地方才会被牵走，然后还抓不到？以前车很容易被偷。GoGoRo有自动立中柱的功能。可是加油才有那个感觉啊，加油才有那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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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的感觉吧。就像手排车跟自排车一样，就手排车有那种开车的感觉。是不是那是一个 feel， 对吧？给你看，给你看。它是鸡耶，鸡你知道那个鸡吗？稳定器，用鸡头当稳定器。好吧。鸡头稳定器。嗯。勾勾弱很顺。那什么烤罩？是不是要引擎震动的感觉？轰隆隆隆隆隆。冲冲冲冲，拉风，嘿嘿。现在就不会。你心被我偷走了，不要栽赃给我，我不是小偷，小偷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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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的东西，小偷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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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一瓶一瓶呀，一瓶呀呀，一瓶一瓶呀，一瓶呀呀，一瓶一瓶呀。我觉得我应该是五年都不会换我的 catchphrase， 喜欢，若何的推，好啦，直接给我了，送我送我你的心，逼反了。不用画这么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很赞，舍不得换，除非要找到别的歌。王老先生有快递，一瓶一瓶有。好讨厌！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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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你三秒钟，三秒钟你不出来，我就不让你出来。他是死不出来。换的人也不多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什么歌？有一，一时不作，我不要这种。一时不作。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乒乒乒乒乒。超烂。出来了，他出来了，他又要搞破坏。水买咸酥鸡中吃咸酥鸡哦，我等下想吃辛拉面，我虽然我才刚吃完麦当劳，可是我还有点饿。对啊，学猫叫有版权。我好会吃，对啊，我好会吃。因为今天运动量也蛮大的，拜托我过来都武力全开，虽然我前两天一直出包啊。但我今天应该没出什么包。他怎么还是可以那么胖？我有多少辛拉面？其实我每次说我要吃辛拉面，我最后都没有吃辛拉面，因为我知道辛拉面就是吃多了一定是不好的。会很腥。嗯，会很腥，会很燥热，像我一样燥热。我是有好症。
我室友在哪？好正。你从哪里看到的？我最近大家都在换30张合照，一篇有期待谁去找我拍吗？其实我不知道谁会每一场都来，我觉得这很疯狂，我觉得你们很厉害。但我就看哪一天会被指定了。我吃的热量到底去哪？想一下，我今天中午吃了半个便当，然后现在吃了一个麦当劳，这样加起来也差不多1000或不到1000。那也还好啊，我基础代谢量好歹应该也有个1300-1200。中午有发便当，结束就鸟兽散。你几点出门？几点出门？这几天吗？今天我比较晚出门，今天我10点出门。你说昨天下班路撞到叶子吗？对啊，我昨天下班路撞到叶子，我今天就格外小心。我弟弟好可爱。你从哪里看到这个？我才，他怎么看到你弟？他是你弟的同学。可是你弟不是不相信？不是我弟不相信，是忘记是谁。女朋友的弟弟。嗯。啊，你弟知道吗？他知道你出道吗？我弟知道啊。他什么反应？可是我弟他很好笑，他有点单纯。就是有一次，我跟我妈朋友，还有我弟，还有我们四个去吃饭，然后就是一路上，就是有碰到一些人，然后就是一些都陌生人，就是过客这样。然后我弟现在就看他注意到，就觉得说，既然我姐姐出道了，那他应该会被认出来吧。然后结果他发现没有，一路上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然后他回到电梯，他就默默的说他说什么、啊？他说为什么都没有人认出你？我说因为我是菜鸟。好可爱。你22场了，厉害。很多全餐仔很厉害、欸，全参加。阿德说今天这场是3天公演最开心的一场，因为我没有跳鱼钢琴家吗？目前有13个人去排队啊。不会天天去，不会今天没去。我找那个荧光头发没有、欸。过客，我刚说过客。还知道弟弟不姓黄，对啊，我弟不姓黄，他为什么要姓黄？简之婷好可爱，我帮他跟你说谢谢。全餐真的超强，对啊，很强哎，他应该都会背了吧，比我还熟，都会跳。下个月改进再全餐，量力而为，不一定。乱说，我今天 uni 开水，睡到鱼钢琴家醒来没看到你就继续睡了，没有，乱念人家的留言，醒来没看到我很难过，我不是姓黄吗？这件事已经从谣言变成实话了。干嘛？那我想看我鱼钢琴家。不会是网咖老板了、喔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想看没、欸。我独自欣赏鱼钢琴家。怎么样？鱼钢琴好看吗？哦，他只是想喊丫丫。谢谢谢谢，下次我还要听丫丫，很好笑哎。他们应援就是之前他是，等一下，一直一句哒哒哒哒哒哒，他是一瓶，然后他们就喊一瓶丫丫，然后就很想笑，然后我下一个动作是这个。
然后我就嘴在颤抖，很好笑。刚刚是不是有天使戒指？谢谢林果。踏步被我的鱼缸琴家圈粉，谢谢。但我昨天有跳啊，我前天有跳啊，对吧？都在山上，想看一下嘛，不然很可怜哎、欸。偷笑被抓到，对 啊就很好笑啊。但是我只笑了几拍，四拍而已吧。我有憋回来，我还在那边，然后结果突然压压，嘿嘿，好笑。哼，镜头给到他，不愧是专业的，什么专业憋笑的 ，Sam 为了你剃光头，你少来，你剃的，你少来，哦，是乌诺出的馊主意，很好笑哎、欸，真的是很疯狂，你们在哪里串通的？我口红好看，哪牌的？是什么牌子啊？我忘记了。这个。Roman 的是吗？罗曼史。博威是谁？明明就知道他，太厉害了吧，根本鬼才。乌诺怎么这么有创意？发疯哦，你很疯哎、欸。其实礼拜五就想了，那礼拜五没讲，很怕没人喊。那下次会有吗？下个月会有吗？很好笑，下次我绝对不会笑。你要继续开着吗？看你。好，那你再关。好。我要确定哎、欸，以后应该都会。你们很好笑，那公园，你知道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公园都是一样的曲子嘛，就是需要你们这些心意，你知道我们才不会腻。一首歌就是表演太多次，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就是怎么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谢谢数字君亚玛卡音效卡卡卡卡，难怪看你看得很腻，那就不要看。哇，你会念耶，是不是？谢谢千纸鹤装，你就要看怎样？那我哪里也没办法。你这样说也对，同样的东西重复太多次真的会腻。但是三十场战士他们真的是不会腻，我觉得很厉害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的人生态度。我们应该要在很多，就算你今天你的工作是一直在重复做一样的东西，可是你要在里面找到乐子，对吧？在无聊事情你都可以从里面找到快乐的点，这就是我们要的人生态度。行李箱，谢谢谢谢性平创真挂号提议。我们全程在里面睡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有什么好睡的？我都没有睡了，你在睡，我睡还得了？你都看成雅马哈音乐教室招生中，因为没有我啊。哦，所以你是为了我来的吗？哦。每次都不一样，例如跳错部分，我昨天跳的时候就有点神志不清，然后就我一直想要专注，可是我都没办法专注，不知道昨天是怎么样，然后我就一直快跳错，然后就跳错了。
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难集中，晕晕的。但我今天就还好，今天就精神不错。我跳的很喘，根本就是体力很大。哎、欸，拜托，我是用全力150%在跳、欸。可能是因为烟吗？我在想，我发现我越离前面越近，我就越想要咳嗽。我在想会不会就是那个烟？哼，碟片明明就有滑水，我哪有？我真的没有。最近气温又变热一点的关系吗？不知道。一萍有在抽烟吗？为什么容易喘？为什么是抽烟？我没有抽烟。我今天一直是不是差点多少人？没有啊。什么有这么烂吗？我没有滑水啊！哎，我很努力在跳，哎，结果你们说我滑水，难过。各位团弯腰瞧鞋，那怎么拉链卡到肉了？不行，不然就是不能划水。划水就是不尊重我自己。我自戒前一直整理刘海，辛苦了。好像是这样，因为我一直在流汗，然后就一直滴，然后就一直滴到我眼睛里，可是我又不能擦，然后眼睛就有点痛痛的，然后就想说离远一点，拿走拿走，不要再滴到我眼睛了。我滑水也很漂亮吗？我没有滑水。我走心了，我无法洒脱了。喝可乐。我看里面穿睡衣吗？我一回到家要直播。穿着今天出门的衣服。喝可乐压压惊。我没有滑水，谁说我滑水？我疯狂暴跳，哎！对啊，我跳的超级无敌爆炸用力，我想说最后一手要把我所有力气都用完，就在下面啊滑水，哈哈。坏透了。不跟你们讲公演，不讲了，不讲了，哼，谢礼物，哼，什么是用力滑水？滑水就是没用力，还有用力滑水，哇，哼，毛笔是要转蛋抽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所以只买一个麦当当套餐，对啊。我 cover 下一首决定好唱什么了吗？还没。我有这么滑吗？玉萍家钥匙在门上没拔，哪有？
嗨嗨，博翰。只好等姐姐影片下来确认。哎呦，我跳完我就可以确认，我绝对没有滑水。可能看起来有吧，我不知道。可以唱《爱你》吗？你们是说那个吗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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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我不会唱哎、欸，还是什么、啊？爱你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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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的那个吗？可能是滑到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滑。为什么你这么执着？为什么你这么执着？我在滑水，草莓酱。花水回金门哦，搭船啊，搭游轮啊。我跟 Sam 敬礼吗？有啊。我现在头发应该是全团最长，是吗？小雨前辈头发是不是也很长？我睡觉会不会起床被自己绞杀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睡觉头发都很顺、欸。下次看到小雨会不会都比你高？我觉得他一定会突然有一天就比我高。这个年纪的。长得最快，我国中三年抽高二十几公分。我国小毕业才140多，我那时候就以为自己就是这样，哎、欸，结果突然暴涨。羡慕长高，那都是长高年纪的是往事了。我现在还想要，我一直很想要长到什么168、170，虽然是已经没有差很多了，但是就是还没到。虽然现在应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没关系，看起来有就好。阿德喜欢高的跟瘦的，你全中。你是不是就乱讲人家的喜好？等下阿德出来解释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。幺零里最高，陈轩最高。长得一副170的长相，我是170的长相吗？我是高脸吗？阿德的喜好再多，也不会有博维的多了。爱屋及乌，你最不会乱讲话，没有，全世界就你最会乱讲话。
那第一名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现在眼中只有我，你是因为在我直播里面才这样讲吧？阿德说有是有了，但今天怎么一堆人在 cute 我？一定是因为你很可爱吧？cute， cute 你你真的打 cute 啊，你自己去看，还是其实是我看错？不可能吧？对啊，就打 cute 啊，他就是想要被夸可爱了。大家一人一句，阿德好可爱。肯定是手机问题，换手机了啦。有一部韩剧叫《死期将至》，好看，好看。有人叫我画 S3，我到现在还没达成。你有推荐换啥吗？我自己是用 S1 的 ，S1 是拍照好看，可是你应该没有这个需求，你用相机就够。S1要换就换最新的啦。剧情是怎样的？剧情是，我看神志不清了。剧情是，我素颜有比现在好看吗？你就当没有就好。剧情是什么啊？哎，剧情。但其实我还没看完。他最开始反正就是这个男的，他不珍惜他自己的生命，然后就被一个叫做死亡的这个非人非神给被惩罚了，然后就是罚他一直去将死的人他的身体里面。然后如果你成功让他活下来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身躯继续活着。但是如果你死的话，那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尝试说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轻视死亡这件事情呢？你怎么可以随便就去死呢？你这样就是不尊重死亡，所以我就要罚你一直在别人的身体里面死得很惨之类的。不行啊，你素颜一定很美，你看起来就是漂亮底的。但你可以看见，因为今天我没有跳鱼缸瑜伽，所以我的妆就没有画这么艳丽，反正就差不多就这样，可能再淡一点的样子。剧情是一萍向你求婚，这样问你要不要嫁给我吗？我是霸道总裁，没有蓝色眼影，我画过一次蓝色，一次绿色，通常是在星期五的时候，因为星期五的时间比较多，就是有你可能会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就会开始玩眼影盘。然后就开始，试试看蓝色，试试看绿色，然后就变那样了。
我这三场眼影总共一包，这三场就是没什么眼影，就是很淡。我这三场是眼线跟睫毛为主，但是我睫毛已经没了，我擦了。是叫其他剧总裁员吗？弯弯传了一大堆给我，弯弯传了一整篇给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懂哎。我真的只有无聊的时候才会去画眼影，我平常就是一个颜色一圈，因为我不是很需要眼影的人，我是比较，我的妆容重点就是腮红口红最主要，可能眼线吧，腮红口红眼线，这三样就是我的妆容精髓，其他就是可以有，但不用很多。弯弯希望我用在他身上吗？他说什么？他真的传了一大堆给我哎，他传在四期群组，来 take 我。是原本我们在讨论 那个 MC 要说什么的时候，然后我就。好哟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来演霸总剧，因为有时候 YouTube 就会推一些那个复仇霸总剧给我，然后想说有复仇那应该很精彩吧，然后结果点进去就，他那个人物介绍他都是直接写在那个影片上面，就是什么顾明修之类的，然后是什么顾氏集团负责人，顾氏集团 CEO。然后换到下一个人身上，他就会说这是叉叉叉，然后是叫什么名字，就他直接写在上面，一目了然，他完全不用什么剧情铺垫，他完全不用给人物做任何的，就是，对，他完全不用帮任何人铺垫，他就直接写在上面，他是谁，他是做什么的，但是那种就是爽片，就是你看。看那些复仇，就是好，坏人终于得到惩罚之类的。那就是假如说你真的没有事可以做的时候，就是你就上去看一下。素食剧，对啊，它一整篇，它就是那种竖屏的这种剧，然后看起来是手机拍的吧。但是我有看到一些演员，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，然后我就去看她的，他们是看，我去看了什么，她的小红书吗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她的页面，我已经忘记是在哪里看到，然后我就看她拍短剧的那个幕后，我就发现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欸，就是他们其实不是什么拿着手机在拍，他们是有相机，然后有一堆灯，然后很多工作人员，我想说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轻视他们了？怎么样？是会卡是不是？为什么大家又重新进来了？是不是会卡？那我要挑战 Play Vlog 吗？不要。夹睫毛给你们看。出来了，不烧一下，不用了，随便夹夹，有点卡，我跳舞的声音还在卡在你脑海里，是有多丑，一直要卡在你的脑海里。
所以刚刚敲完咖啡有点歌成功吗？是点什么？是点爱你吗？可是我还好哎、欸。因为之前他太红了，听到现在有点想换口味了。有烫睫毛吗？可以用打火机烧，可是我每次都烧到手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打火机，就是有些人他打拿打火机，然后他打了之后，他就是这样子去点蜡烛什么的，他说不会很烫，啊，我用我就会觉得很烫。你说割还是人割啦？今天真的说他要学会怎么用打火机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试麦克风的时候，然后大哥就给我们出题，就是让我们有点话讲，然后说你们最想学会的是什么？他真的就说他想要学会用打火机，我觉得可能是他不会点蜡烛，因为就是之前我们在帮谁庆生。然后他帮珍珍庆生吧，然后珍珍他就发现他都弄不会用，但我也不会用。不会用打火机，我觉得打火机就会用啦，可是就是仅止于这样子有火。然后我就没办法用，我一定要拿东西去嘟它，我没有办法倾斜我打火机这只手，我会觉得很烫。我之前火柴就是它旁边的那个串串串，那叫什么？打火机不是打火机，火柴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就是没了啊！我就是要用打火机去点。虽然我不知道我都要用火柴了，为什么不直接用打火机就好？我都有打火机，为什么不直接用打火机就好？反正就是这样子的。防风打火机比较无脑好用。你说直接打开就好吗？之前我在忘记，反正我在谁是我爸吗？我忘记，反正我就看到一个很酷的打火机，是防风那种，然后它这个银色方方的，然后它有一个图案，好像是一个狮子吧，我就觉得很帅，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放去哪里，啊，平常就都用不到打火机，因为我没有烫睫毛的习惯。因为我比较喜欢下睫毛，上睫毛我反而还好。我看很多人他会很努力的调整他的上睫毛，现在只有在用蜂蜡的时候会用到打火机。你用蜂蜡，你这么高级，你这么讲求精致感，这么讲求质感，你知道卫生纸啊，那个厕所外面，厕所外面用的那一种卷筒卫生纸，他我之前看到那个影片，他就是这样一卷，然后他有客人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把那个封口的地方去嘟那个水龙头，然后他这边就会形成一个蜂蜡。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没有在用那种卫生纸，如果你们有的话可以试给我看。Team TP 不是成长系偶像，你的颜值要这样能干嘛？就是我觉得仪式感就好玩吧。我说啥卫生纸？我是不是讲的不够清楚？就是啊，这个用这个，这刚好也像卷筒卫生纸，就是那种
公共厕所不是都会有这种卫生纸吗？这种卷筒的卫生纸，对不对？我要利用我的才智尝试讲解，然后嘿，刚好绕一圈的。然后这个风的地方，就是你这样绕过来的这个地方，这开口，然后你就去用水龙头在这里，然后你就去逼它，然后它这边沾点可乐上面的水，然后它就会被封起来。听TV 是成长秀，像我的颜值已经顶天，要怎么样？谢谢。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努力，就两层粘住，就是你先开一下那个水龙头的水，就开关，然后它那个圆圆地方不就是会湿湿的吗？然后你就拿整个卷筒卫生去的那个地方去嘟那个水龙头。就是用你开门就关，然后就让它有一点水，然后就嘟它。但我没试过，还是我偷偷把捷运上面的卫生纸拿来试。我先把整桶拆下来，很好笑哎。请不要这样做。雨在指尖流淌，几千敲打如键盘的窗。隔间里面哪来的水龙头？我好社牛哎！我就直接那个拿出去。我会用可乐外面水洗手吗？会。我发现这是人的本能哎，拿那个饮料外面的水洗手。用捷运的卫生纸玩过分了吧？我当然是不会这么做，讲讲而已。你有社恐？那跟雪碧外面的水有什么差别？可能一个是可乐水，一个是雪碧水吧，根本没差。我示范的快速要呈现微宕机，是有一点微宕机，不过这样锵锵的，就是你可以讲出很多话。你都不敢看我跟我说话，你太美，我紧张，你少来，一下说我笨，一下说我痴呆。我现在大概剩几趴？你说我的人吗？我现在人大概还有18%，就是刚好结束之后就可以去洗澡，然后洗澡之后就可以很好睡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直播的话是有一个很不错的选择，因为我这样子，我等一下回去我一定可以秒睡。太快乐了。你从来没说我笨，你上次说我都还记得哦，你上次说我跟刘志敏 Karina 一样，看起来很精明，实际上你一下得罪了我，一下还得罪了 Karina。 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刚满18%。我跟你说，姐姐那个时候她就是会，虽然姐姐都不听我讲我的 MC， 可她有时候就是对一下，她就去问一下，她就挑个人就问一下你要大概讲什么。然后她就，你有跟我聊过 SPA， 你没有跟我讲过 SPA， 但是你有跟我，我不想跟你讲了，哎呦。我要刚刚要讲什么？我刚刚要说弯弯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我不要跟你讲话了啦，害我全都忘记。我要说，我说，他在喊我超美品、超一米、超正哎、欸。啊，对，姐姐抓人，对 MC，
然后欢欢就说，他就一直讲哦，他每一句都要加一个刚满十八岁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坐在旁边，然后我就痛苦，好痛苦啊！而且我以为他只要讲一次，结果他讲了大概七八次。我以为他上台也要这么讲，但他只讲了一次。他在台上就是说，就是我现在终于刚满十八岁了，然后我现在终于可以去打工了，我是一个合法的劳工，因为我刚满十八岁了，然后我现在还可以这么，因为我刚满十八岁了，然后我现在还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因为我刚满十八岁，他反正就这样重复了在八九十次，然后我就越听越抓狂，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冲击的事情，隔天那个冲击的事情，前一天冲击的事情，我真的应该要讲这一句的，可惜已经讲完了。好冲击哦，连环欸，之前听到一次我就觉得哇哦，我说弯弯他之前讲第一次我就觉得哇哦，可怕，然后觉得他现在讲十次超可怕，重复的话你听第二次就会开始知道是不是，而且还是那一种就是这段剪给弯弯难过，弯弯会难过，因为弯弯难过。哈，之前有人是不是喊关关？哈，之前有人叫弯弯，他叫关关，之前有人喊成关关，哈。我不知道是谁，很好玩呢。哦，对，好像是粗皮关关，很好笑哎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，因为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见过几次面而已，我们就只有，就是应该说。我们在出 PILO 的时候，我们互相应该都是见顶多五次面，我们就是不太熟，然后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徐佩怎么念，然后我就一直徐，我家都一直叫徐，然后我就是不想上网查，我就是一直叫徐，我想说总有一天会知道的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叫弯，可是我就是怕念错，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之前在什么地方有看过这个字是念弯，但是我就不确定，我很怕我念错，然后因为有些人会很在意，是不是有人会很在意自己的名字被念错，像我就是不在意，因为很多人都叫饮品，我想说反正我也蛮喜欢饮品的，就是多喝一点饮品对身体可能不是很好，但是反正我就是有点怕说这个人他可能因为跟他不熟嘛，我们就见过可能三四五次面，然后想说不熟怎么办，但是我还是叫他徐装熟啊，你们怀疑我叫黄一平一样，感觉我喜欢用姓氏称呼人，不原本我还可以，如果我是不好意思这样做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很好笑，就是叫你的旁边的成员什么徐小姐之类的，很好笑哎、欸。你的最后一个字大部分人也都念错，什么？不会是什么俊吧？你是叫我一品？嗯。我知了。我今天上班就穿的这么好看，结果下面穿一个粉红色的袜子，害羞。你叫我老婆，叫我霸道总裁，老黄老熟了，老姜黄，这个字好熟悉的字哦，三点水，反正你的名字一定不是被念成富就是被念成博啊，对吧？这样叫名字算是划水吗？完全无关吧。
噗噗噗。噗。有人念对过吗？这个字我是真的不知道哎。噗。哦。对耶。对耶。后面加一个一我就会念了。哎，真的，这个字单独出现真的会没有印象。我有去看那个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的那个电影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蛮感动的，深得我心。我一直常常对一些就是历史事件的发展会受到感动，我觉得我很奇怪，人家都是被纵使在遥远感动，然后我是被什么溥仪。好好笑。他去北京故好。苦民所苦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感动的事情，就是真的是有点怪。总是距离在遥远。纵使再远就很好哭哦。两个龙这个字怎么念？这个我不会，可是我知道三个龙念踏，对吧？三个龙是念踏。一个水念水，两个水叫嘴，三个水是秒，对吧？龙龙龙，三个龙是踏吧。我之前就是为了要学一些这种怪怪的字，因为我就觉得很帅，会念这些一大堆的字，比如说三个牛念奔之类的那种，我会觉得很厉害，很帅。很霸总，然后我就把我那个时候我电脑资料夹，我就会叫踏或什么踏踏，啊，让我看到我就会记起来，但根本用不到，我中了，对，我中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有记全。像什么鱼，三个鱼我就不会，马我也好像也不会，我就记得笔画最多那个啊，三个龙就一定很少人会念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字很常见的感觉，可是它单独出现，突然就会想不起来。就念不出来嘞，不行，我觉得我这样真的不行。仙，这个叫学。三，学会了，学会新的字了。三条鱼，很新鲜。哦，长知识。三个头怎么念？这不会是脑筋急转弯吧？真的有三个头吗？你女友有这个字？你说学哦？哦，解决，解决我会。孑然一身的人吗？孑然风味，哎，孑然是什么呀？
孜然，好熟悉的。它就是香料，单纯香料，它没有就是其他的，其他的那个吗？翻译，它就是叫孜然。想要调味料，想到之前我去拉面店吃，然后我没有点拉面，我点了一个乌龙冷面，然后乌龙面吃起来要酸酸的，然后结果店员就说里面有加味淋。味淋，然后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有味淋这个东西。两个王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从小，我国小同学有这个字，但是我要想一下，是不是叫绝，还是叫什么？应该是叫绝，对不对？然后另一个是玉。是绝吗？哼，不愧是我。哦，都念绝，另一个不是玉哦，我看错了吗？哦，绝。哦，两个都是念绝哦。阿德讲了四个很奇怪的字，我只看，我只会第一个。奇怪的人打奇怪的字，阿德奇怪啊，有人说你奇怪、啊、你好奇怪，是谁一直在公园上面说我很奇怪？我已经听到第三个月了，三个月不间断欸，不知道 是同个人哦。以前那首大拉崩巴版的贝利难怪你会喜欢我，你喜欢我，谢谢。三个土呢？土土土土，两个土是不是念什么龟啊？突然没办法思考。三个图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突然耳鸣哎，他突然叽。你都说我很漂亮，你还说我室友。没有，你这个月才开始说，所以你是被同化，有人喊，所以你现在你也觉得哦，的确很奇怪。哼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？使用洒脱这两个字呢，这故事要从我高一的时候说起。众所周知，我高一的时候读了艺校，然后那时候的班导呢，他不知道哪一天就他突然就是心血来潮，他弄了一个匿名评论同学的活动，他就是给他美其名叫做就是我们未来如果要做公众人物的话，我们要接受人家所说的，人家对你的批评什么的，然后就做个 Google 表单，然后让就是互相认识两个礼拜两个月的我们，就是写对方的优点跟缺点，然后我都没有交，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评论人家的优点跟缺点，所以我就没有交，然后老师还一直催我交，可是我最后还是没交。然后但老师原本是说你没教的话，就你们没有教的人，你们就他就不会传别人的对你的评论给你，我想说那好啊，你都不要传给我，我也不要写，
我那时候就那么叛逆，然后因为我觉得那没有意义啊。我觉得只要你对自己有觉察，你能看得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从别人口中听到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对吧？然后结果老师还是传给我，然后就一堆人说我很奇怪，我很奇怪，我很奇怪，我很奇怪。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稍微有点走心，可是后来呢，我就觉得说奇怪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后来我就然后我就想说对啊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通，就是你知道洒脱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萌然萌芽 you know 好笑。如果你对奇怪这两个字这么习惯，对啊，很习惯，那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。我后来想想我也没什么要走心，我真的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他们讲的也没错，我可能是影响到他们了啦。独树一格一格什么一格啊，很好笑耶，一格我 EQ 算蛮高的，还好，我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但你的自觉不一定是对的，就是对啊。但是有些人就是你多看多听，但那个时候我的确我的格局还没有，还很小，就是我现在可能会去想一下人家做的事情，然后去比对一下我平常做的事情，就是会开始，就是每个人到一个年纪的时候，他开始会有一个上帝视角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都会就是有这感觉吧。房租缴了吗？还没。影响到老师的教学评鉴，对对对。所以是说我们就是人要有上帝视角，要从客观角度来看一下自己。高中到现在想法有变很多，对啊，高中就是可是我高中的时候好快乐，我八点就睡觉，做自己很棒啊，不影响到别人就是好的。高中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抽高是在高中，抽高在国中。我高中的时候没长多少，我高一162左右，高三毕业的时候就166，没长多少。我国中长很高，长很快，怎么这么早？难怪这么高，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比高中还更早睡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高中没有这么早睡，搞不好我现在162。妈妈很高，妈妈还好，妈妈160整。我爸好像是173吧，也不算特别，175，不是很，都不是特别特别高。我运气好啦，高中还长4公分，高中没长了吗？我住宿舍吗？8点睡，我不住宿舍，但是我住很近那时候。而且就高中，你不会觉得说。到晚上半夜，你不会觉得说就是今天舍不得睡，完全不会有这个情绪，因为就是每天都有快乐。每天都过得很舒服，应该说也是偏充实。就算我再怎么混，那时候我们刚4点就放学，因为我是因为不是那个普高嘛，就不会有什么自习啊什么，他就是4点就是放学，然后如果你有被罚什么刷地，就是刷完再走，还要刷地，好笑。然后，通常就是放学之后就是去学校6点关门，啊就是去琴房待到可能5点50，
然后5:50就回去吃晚餐，然后吃晚餐就累了嘛，就睡觉。然后你看你一天你也上课了，你也练琴了，然后你该追的剧你在那些课上面你也偷偷追了，回家不就是吃饭睡觉快乐。哼，可恶，真的好羡慕普通高中系统的可怜人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对吧？ 笑，好笑，一直笑。国中8点还在补习，我头发亮晶晶耶。我国中原本也有补习，补那个数学，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好像数学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难，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我很不喜欢背书，所以就社会科，社会科我全部都不爱背。头发好油，这哪是油啊，我是干性发质。三角函数厉害吗？我们只有高一有数学课，他只教了最基础，最最最基础，超超超超超级无敌基础。数学还是背公式啊，是没错，但是背的东西比较少，就有很多东西就是你只要动脑，你就可以学会，但有些东西你是要一直记，一直记，一直记，一直记。那个就很累，不想记。头发没有任何的性质，头发只会越来越干，油油性、干性、中性的是头皮。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你的科普。数学要动也不能折，数学就是一直算算算算，然后有经验，但至少它每一题都不太一样。对吧，你知道它会有个创新，它会有个新的东西，你可以算一些不一样的数学。厉害，很会剃头耶，还穿将心比心，对不对？我有记错吗？将心比心。衣服哪里买的？我也想买一个，我不是为了将心比心啊，但是很酷那件衣服。有一个人叫将心，将心比心。耶、yeah ！今天说要比 P 的时候，我还想说 P 有手势吗 ？P。安娜在哪？I'm on the next level。术领域展开，要术式展开啊！一窝坐，我这第一个买的第一个买的公仔就是一窝坐，一窝坐真的是吓到我。我真的很喜欢脸上有条纹的。你在看我玩电笔那个节目，很好笑。我觉得电笔那个惩罚真的是不算什么，他那个前面贴那个什么周波器，谢谢香槟，谢谢你的号角。哎，贴那个周波器的时候，那个手真的是一直 popp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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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，蛮痛的。嗯，走不起，那是干嘛？那是物理治疗。低周波，
我刚没有在刷眉，我刚刚只是撩了一下头发，然后头皮痒痒的，怎么一套动作下来，一套动作下来看起来有点做作。Popping 练习器没有错。电比什么节目？之前幽灵的一个团，那叫团奏吗？类似，查一下。我一直以为我有夸大效果。我想想哦，我记得我在玩桌布切的时候没有特别夸大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那个，因为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会让我的手开始动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而且那个真的会痛哎、欸！他跟我说不会痛，不会痛，不会痛，然后就要一贴一贴上去，然后一打开，然后就，哦，他就这边完全没办法控制，我会电流吗 ？Popping， 之前高中的时候有上过这个课，可是我就觉得很难呐、啊，但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肌肉可能不够，肌肉量不够大。抽筋感觉，对啊，就是那种抽筋感觉，很可怕、欸。他就这样一直动，完全没办法控制。你的日本 AKB 前面玩这个，差点整台食物倒了，好想看哦、喔，什么、啊？我想看。谢谢香槟，香槟的那个动画，每个都好浮夸。AK Bingo， 谁取的名字啊？好会哦。AK 冰棒 ，AK 冰淇淋。2010年左右，哇，有14年的历史了。14年前，我才6岁吗？2010的时候我才6岁吗？7岁。我一直以为2010是我长大后的事哎。2010我才7岁吗？我一直以为。就大家一直在说那个，大家一直在说2010年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的时候，我都不以为意。我发现，哎呦，我2003年的，小雨还没出生。吼吼吼，云静子晴还是婴儿？是哎，我也刚上小学。看来时间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过得这么快。2010不是我弟弟刚出生，我弟是2010吗？他好像是2011，他是100年生的，那应该是2011吧。过20就很快，对啊，过20就很快。我真的觉得我人生中最漫长就是国中那三年。国中那三年真的是很漫长，非常漫长那种。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超级慢。但现在觉得过得快。
过二五更快，二五后会不要再生日了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而且我国中的时候很好笑，国中的时候还会相信直觉，我那时候就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直觉，就是我觉得我活不到大学，我没办法想象自己读大学。我那时候一直在诅咒自己要死，我一直在觉得说自己一定活不到什么时候，一定活不到什么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样，我就一直在那边乱猜，就现在活得好好的，在那边诅咒自己，然后那边就是担心说，我死了之后会有人帮我整理房间吗？哦，猜猜现在是什么时间？就是诅咒还这么瘦，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这么瘦不是什么体质，是因为我以前的诅咒。对，你猜得很，哎呦，你猜得很接近了。现在时间是在三分半钟就要去洗澡睡觉的时间。要交男朋友时候帮你清理电脑低潮，现在还要下载是不是？皮肤睡眠时间，我很需要，我一直会因为各种，我之前都睡得超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越来越晚睡。我发现很多人经过青春期之后，就会经历一段这样的日子。可能这就是年轻人，年轻人。那些是回忆。播到天亮吧，不要啊，睡觉。我现在真的可以睡。要不要吹头？要，今天要吹头，吹头才会睡得好。你要去上班了，你要去上班。我在睡觉的时候，你在努力工作，挑战零一前辈的时间。他是什么时间？室友会帮忙吹头发吗？好恶哦！帮室友吹头发是怎么样啊？好恶心哦，好不舒服哦。你一直播8.5个小时。他今早播到5点。啊，生日哦。可以耶。可以挑战，可是我的手机撑不了这么久，就是看能不能电脑模拟器应该也不能播。我的手机边充电边播，它还是会掉电。我怎么没有发文祝他生日快乐？我有在他面前祝他生日快乐。我们昨天是有见面的。我动作问题都问他了，前辈，请问这个地方的手是这样子还是那样子？一品会帮猫咪吹毛发，不会。模拟器，你会手游多开哦？我妈会，我妈之前。他玩那个，那是什么游戏啊？我已经忘记了。电脑，他用电脑开模拟器玩，他开8开吧。换手机再挑战。他用那个是叫什么？那个电竞笔电，现在不太清醒，想不起来。什么 SIMSI？
他好像还把电池给拆了，他好像把电池拆了，然后直接都是直接插电用，为了更高的效能。我妈很好笑，果然我是想到我妈，霸道总裁。哇，旁边的动画很嗨。今天在，今天什么盛典决赛？盛典这么久，这么长时间，我妈很霸道吗？还好，我应该比较霸道。所以有人说，为什么你要这么霸道啊？跟我很熟的朋友，为什么你要这么霸道啊？所以我是霸道总裁，他无话可说，但我这样还蛮讨厌的。但是我跟他够熟，可以开这种玩笑。电竞就是要插电才上去。可他，我可以对你霸道吗？你吃这套，爸爸会霸道吗？说实话，我跟我爸比较，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一起，所以他是怎么样的人，其实我比较不熟，比较没有怎么，他霸道吗？其实我印象中他人还蛮好的。我昨天有看到他，我昨天有看到我爸，我可以试试看。结果阿德直接给我掰，说哦，我不喜欢霸道的偶像。我不喜欢，然后就掰了。猜猜现在是几点？请霸道笑笑出来了，笑笑就开头出来一下，结尾出来一下，然后就说你有头有尾。有一个那个不是说，如果我出门的时候看到我儿子在写作业，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在写作业，我就认为我出门的时候他一定就直接开始玩电脑。如果我出门的时候他在写作业，回来的时候他在写作业，我就认定他在我一出门的时候就玩电脑，然后在我要回来的时候又装作写作业。恭喜兔兔成为周榜第一，是不是开始念榜了？不要念错榜，先提醒自己。本场的，我们就从第几名好呢？我们就从30好了。就是十个钻石以上，这个地方开始念。我才刚开播哎，我开好久了，我已经从白天不是，我已经从13号开到14号了，哎，我已经从14号开到15号了，嘿嘿，哇，笑笑回家走到房间花了点时间，果然就跟我上次猜的一样，你的家真的这么大，呵呵，笑死在那边得意什么，我精神错了，对，有点小累，小累而已、啊，本场榜第30名。许阿北29，季风亮28，坤坤27，柯基玉26，于志伟25，博维24，笑笑23，抓肯22，韩 Peter 仓鼠皮的21， Peter 仓神志不清了啦，21披着仓鼠皮的主论，20 Alex， 19韩基，18揪日红，17小吉，16庄，15幻影战士，然后是我的脸欸，哎、啊、你怎么这个怎么是这个图，
14娃哈哈，13雅马卡，12是奕晨，11是性平创真，14小刚，9是菲菲维维，8是依依，7是中影，6是戴的二次方与布丁零距离，5是一生应援 TTP 朱里恩，4是林果，3是吉米周，2是金友，1是即将入伍的 Sam， 后面看不到了 Sam 2什么什么，因为这个图很美，谢谢谢谢以上数位在公演完之后还来看我直播的人类，我们去睡觉吧，今天一整天都跟你们在一起欢乐，真开心，去帮我的 IG 贴文按赞，谢谢。去洗澡吧，这样子去洗澡睡觉，我在做什么事情你们也可以跟着做什么事情。新的那一篇一整天都在一起太幸福了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哼，听起来怎么样？哼，拜拜。那篇重发没重发，你可能按过了对吧？多多按赞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